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讲真，你不要动，你要救护车，你不要动。小心到你有叫医者了吗？要叫了，叫了，叫了，叫了。他的状况怎样？他就跟右手好像有脱臼了，右手脱臼。哎啊，全身有黑青啊、血啊这样子。你不要动，你叫救护车，你不要动，小心到你有叫医者了吗？叫了，看到好像对面一个人都跑在那边，把那个人一个小孩子拉出来，我就赶快跑下来帮忙拉抬啊，就把他抬出来啊，他抬到路边啊。啊，那你怎么知道驾驶是林志颖？哎，哦，他们阿蛇问的啊，啊，他林志颖啊，啊，他的，啊、我好奇嘛，求证啊，求证就是啊。他的状况怎样？啊，就跟右手好像有脱臼了，右手脱臼。哎，啊，全身有黑青啊、血啊这样子。我忘记了，那你怎么去找你？对啊，进步啊，这个月进步，是的，对。